不会打搅到不相干的人。阿爷，你们这是去哪儿了？阿爷明知故问，我和阿娘还能去哪里？当然去舅父店里帮忙。大郎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早啊？这位是？ 哦，这位小娘子是才在问路。小娘子，你问的路我不知道，你去别人家问问，不要在我们家门口了啊！小女子不打扰先生了。 就回去给你做。嗯，我还要放好多好多的桂花糖。好，都依你。我们回去吧。走。两位这边请。两位这边请。
用笔尖画弄几场烟雨诉断肠。小娘子喜欢这块料子。舅父，这布料做工细致，既精美又实用，实属难得的精品。贵客好眼力，这布料是……这布料是我妹妹巧手独创的织法和染色技艺，全天下只有如意家血才能做得出。看小娘子的样貌，也有几分胡人风采，竟与我那妹妹颇……阿毛唐突了。小女曾听闻，天下第一真安大家与如意家协颇有渊源，想必这布料就是安大家研制的。原来天下第一真竟是店主的妹妹，失敬了。小娘子年纪轻轻，却好见识啊。我妹妹走了11年了，没想到还有人能记着她。你这么有心，不妨去里屋坐坐，我让掌柜多拿些妹妹独创的布料，请贵客看看。嗯，那就多谢店家了。请。阿娘，你去哪里呀？家小姐的嫁衣可真漂亮，阿娘，您能不能给我也做一件啊？等琉璃长大了要嫁人的时候，阿娘就给你做一件。阿娘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现在就想要。等琉璃和阿娘一样高的时候，阿娘就给你绣一件，好不好？好。那阿娘，你跟我过来。把阿娘的身高刻下来，这样才能按照阿娘的身高长。好。阿娘，你还是抱我吧。来。
长高了，长大了，阿娘说好了，要为女儿亲手修织嫁衣的。阿娘怎么食言了呢？怎么了？小女突然想起家中还有钥匙，今日先行告辞，日后再来回顾。哎，贵客，布料都取来了，你看看再走。刚才那位贵客呢？客人刚走，快去追他，恐怕就是。你还活着。我的琉璃还活着，还活着。阿娘还高了，真好，太好了。走，跟我回家。魏好啊，琉璃早在11年前就死了，我如今只是偷生的罪妇之女，连我阿爷都不敢认我。我知道舅父对我好，但我不能因此害了舅父。一个女孩子家，舅父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外独自漂泊？当年舅父答应你阿娘放你去五府，为这事我足足悔了11年。无论如何，今日舅父再不能让你独自离开。那舅父答应我，万不能将我的真实身份告诉其他人，我不想害了舅父。依你，都依你。
除了我和安妮，再不会有人知晓你的身份。走，跟我回家。 这11年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不过阿翁和小顺子都对我很好，处处护着我，疼惜我，没让我吃一点苦头。自从你和你阿娘被抓进宫，我便想尽办法打听你们的消息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你们娘儿俩双双殒命的噩耗。琉璃，今后你就安心的留在舅父身边。 只要我们不往外说，没人能猜到你是谁。舅父，我要去西周。西周？嗯，阿娘临走前跟我说过，她自小是在西周长大，那儿是这世上最自在的地方。去西周路途艰险，你一个女孩子家怎能独自上路？再说，你又没有通关文牒，只怕寸步难行。要不这样，你且耐心的等上一两个月。 等舅父组一支商队送你去西周。多谢舅父。眼下，你就化名玉儿。暂时在舅父店里做一名画师，和阿妮住在一处，你可愿意？阿妮也是孤身一人，幸得阿郎跟娘子赏识，收入门下。自学艺以来，对安大家甚是敬仰。今日有幸能够见到玉儿，真是阿妮的福气。 玉儿，你若不嫌，便与阿妮一处作伴吧。玉儿求之不得。公子，这位就是裴郎君。 在下裴行俭，前些时候已与阁下的奴婢略有交流。今日我们终得一见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啊？我在家中排行老九，人称九公子。小二，在，上最好的酒菜来。好嘞。裴郎君请坐。裴郎君的诗文采飞扬，在诗中嵌入下联。 更是匠心独具，令人佩服之至。九公子谬赞，那对联不过是雕虫小技。只因那日公子的上联挡住了在下作诗，我不想坏了你的雅兴，所以才想出这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只可惜，今日我不是来夸你的。哦，还请赐教。我是为裴郎君所做的那首长诗而来。你在诗中暗讽大唐科举制度。 自此句句都带讥讽，还将诗文公然写于醉香楼里，杀上。难道你就不怕官府查问吗？这可是要被治罪的。这么说，九公子是官府的人？你怕了？裴某将那诗文写于醉香楼里，就是不想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就是希望众人来评议。若官府能够插手，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关注。这样，就能推动科举的革新。若能如此，裴某求之不得，又何惧之有呢？不知你对科举制度有何高见？愿闻其详。 大唐科考，考生将姓名写于答卷之上，不加以封存。考官在批卷和录取的时候无法保持公正，考生的声望和家族的权势都会左右其判断，腐败由此而生。
各大学堂几乎被名门望族垄断，入学后的结党营私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。想要保证公平和公正，大可将试卷上的姓名隐去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民经科主考儒家经典，先贴文后口试，经文大意十条，答实物测三道，这些只需死记硬背便可。所以重视者多是死读书、读死书之人。而进士科主考诗赋、政论，重视者才华与努力两者兼备，正所谓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因此轻明经，重进士，便是科举改革的正确方向。好，好酒好菜来了，坐。客官，你慢用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今日我要与你畅饮一番，不醉不归。实在对不住，家中忽然有急事，必须马上回去。你我相约五日后，再在此处把酒言欢，畅谈时事，可好？卓大家，卓大家，窦医官，小豆子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那试卷调令上的日期都已经过了两日了。切，我不去催，是怕他太得意。他还真以为尚福局稀罕他呢。要不是我，他早就被赶出宫了，哪还能留在宫里啊？如今我派人去催，他还敢摆架子不成？回师傅的话，窦医官，窦医官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宋德成说，他接到内书院调令当日，就让窦医官来咱们尚福局报道。可是窦医官似乎是不情愿，和他争辩了几句，大醉一场之后，就再也没瞧见人。宋德成和不入院的人找不见他，以为他在和不入院的人置气，早来咱们尚福局报道了呢。这叫什么话？我看那宋德成是反悔了，不想放人吧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前几日不入院的人确实是兴师动众的找了小豆子一宿，不像是假的。啊，宋德成让我来回禀师父，说一有窦医官的消息，就让他来尚福局报道，还请师父替他严加管教。安大家，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量拖延时间，好让琉璃早日离开长安，安全脱身。以后宫外的生活就要靠琉璃自己了。安大家若是在天有灵，就保佑琉璃能过上平安快乐的生活，千万别再走你的老路。Thank you.
陛下若是有个好歹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不能哭，要哭也不能在这儿哭，犯了大忌讳。高内侍，陛下怎么会好端端的突然咳血呢？哎，陛下前几日就觉得胸闷胸痛，又不让奴婢们声张，奴婢没法，只好悄悄派人告诉了太子。太子这几日都守在陛下寝殿，寸步未离。今儿一早，陛下突然咳血，太子命宗太医为陛下诊治，还请各位贵人稍安勿躁啊。各位贵人，太医再三叮嘱，陛下需要静养，各位还是请回吧。臣妾一声。哎呀，朕没事，朕是不想让你们担心，所以就没告诉你们啊。儿臣拜见陛下。见过太子。高内侍请留步。历来宫规，但凡是没有诞下过子嗣的妃嫔，在陛下百年之后都将被送往感业寺。不知道这条宫规可曾有过例外？这规矩是祖上定下的，并无例外。可凡事总有例外，人定胜天，不是吗？恳请陛下准许儿臣留下，代替太子侍寝。陛下，明儿也是心疼他皇兄，唯恐太子操劳过度，才想代替太子侍候陛下，好让太子歇息一下。母亲错了，儿臣是挂念陛下的安危。十四弟，你这话是何意？陛下近年来日日服用丹药，为的是延年益寿，长命百岁。炼丹的道长说过，陛下服用的仙丹最怕沾染酒气这等浊物。太子殿下素有雅趣，最爱与文人墨客品酒作诗。我还听说太子殿下近日常常光顾宫外的醉香楼，儿臣为了陛下已戒酒一年有余。为了陛下的龙体安康，儿臣恳请陛下准许儿臣代替太子侍奉陛下榻前。侄儿明儿，你们就先都退一下吧，有爱妃陪朕就足够了。舅舅，礼完佛我想去司门学寻人。今日司门学闭门考试，你说去寻人还是改日？咱们拜完佛，我让阿妮带你去个地方，你肯定喜欢。我认得，原先是一座小寺院，却不叫大三寺。难得你还记着，十一年前这里确实是一座小寺院，后来太子为了追念母亲文德皇后，方才在此建造了这座慈恩寺。
由西游归来的玄奘法师亲自主持，如今可是长安城中香火最旺的寺院。那原先寺院里的那尊菩萨呢？还在吗？在，在。这里的菩萨最为灵验。守约，守约，你可真难请啊！想来你看的不是我这河东宫世子的面子，而是那慈恩寺法师的面子吧？守约见过世子，见过诸位。子龙见过守约兄，请，请。啊，舅舅去向住持讨杯茶喝，再捐点香火钱。大慈恩寺风景甚佳，你去逛逛吧，别走远了。谢谢舅舅。奇哉，现在的胡姬不去西市揽客，却来寺院磨相。难道这世道真是要变了？怪也，如今的世子不去议论苍生福祉，却来议论妇人戏舞，这世道当真是变了。世子呀，世子，你也有今日啊。好个牙尖嘴利的胡姬，冒犯了本世子，想走就走。你方才在说什么？可敢再说一遍？是才冒犯了，告辞。给我站住！哎，哎，守约，莫不是你怜香惜玉了？大好春日，何必计较此等琐事？我等还是去找法师饮茶要紧。饮茶不急，适才不是伶俐的紧吗？怎么，如今丢下一句冒犯就想走，可是怕了？不知足下还有何事指教？你这狐女，适才趁无人在此，对着墙上比比画画，莫不是想偷师名家画作？不错，哼，承认便好，戒者当罪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还以为足下是满腹经纶的世子，不成想竟是我看走了眼。原来足下你并不识字啊。你说什么？你既不识字，自然就不曾临过帖，否则足下临帖摹碑之时，岂不是也做了回贼？大胆，一个胡人贱户竟敢对河东宫世子如此无礼！河东宫世子又如何？我虽胡人，却非贱户。足下一口一个胡人贱户，可知这大慈恩寺所奉何人，又为何人所建？请恕小女子不奉陪了。我今日来大慈恩寺，还有师命在身，不敢耽搁。恕守约，不能陪世子和诸位继续游玩，告辞。你，哼！
佛祖，大家都说你能保佑好人，我阿娘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人，如今我阿娘遇到了危险，我很担心阿娘，也很害怕，不知道未来是吉是凶，还请佛祖明示。所求，只担心宫里的阿翁和小顺子会遭我牵连，不知此次他们是否能安然脱身，请菩萨明示。小娘子，你既求了签，为何不看呢？十一年前，菩萨给了我一只上上签，哄我空欢喜一场，所以这签不求也罢。小娘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求签卜卦本不是这尊菩萨的本事，他最灵验的是替阿爷祈福。替阿爷祈福？是啊。只要你在佛祖面前报上阿爷的姓名，告知住在何处，菩萨便会保佑阿爷福寿安康，无病无灾。菩萨在上，保佑重化方的库迪严重，保佑阿爷健康平安，无病无灾，一生安乐。如何？可曾打探清楚？郎君放心，刚才在佛堂内，我已经将那狐女的身世打探得清清楚楚。嘘，来来来，十四弟，请留步。太子殿下唤我何事？听闻十四弟的王府近来很是热闹，门庭若市，大肆招揽国子监和弘文馆的学子为王府门客，不知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只不过那些人并非是臣弟招揽来的，是他们得知了太子殿下有意对大唐科考进行革新，心中惶恐，所以才争先恐后地投入到臣弟门下。当下科举制度存有诸多弊端，所以改革势在必行。国子监和弘文馆作为大唐的最高学府，所招学子不是皇亲便是贵胄，任人唯亲，结党营私之风盛行。若长此以往，大唐如何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？这些道理难道十四弟不懂吗？太子殿下所说，臣弟都懂。但太子可知，咱们李家才是大唐最大的贵胄，保护了皇亲贵胄的特权，就等于维护了李氏家族，巩固了李氏的江山。十四弟年纪轻轻，政见怎么会如此迂腐守旧？科举制度偏袒贵胄，这不是帮他们，而是害他们。太子殿下，才是这世上最没资格说这番话的人。我为何没资格？殿下之所以能成为太子，成为大唐的储君，并非因为殿下有着盖世的功绩和才华，只因你是陛下的儿子。不仅于此，论才华，殿下恐怕未必就是所有皇子之中最优秀的。殿下之所以能坐上太子位，皆因你是先皇后的嫡子，
所以才得到了陛下的格外偏爱。殿下才是不劳而获的最大受益者，怎好反过来斥责臣弟偏袒权贵，阻了那些寒门学子的前程呢？没想到十四弟竟是如此看待陛下，看待我的。前面拐个弯就到了，这就是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阿娘带我来过这儿。阿妮，我这几日可要叨扰你了。这本来就是你们安家的老宅，这要论起来你才是正经主人，我这才是借居的，与你同住是阿妮的福气。走，我们进屋。这老宅现在就是我的制衣工房，那边是寝屋，以后我们就睡那儿。琉璃，你就安心在这住下，缺什么少什么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添置。阿妮，你能不能借我几文钱？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出门有些不方便。你看我糊涂的，这事儿我早该想到的。琉璃，这些钱你先拿去用着。用不了这么多。燃烧过后，只剩下一。